要慢慢的骑，慢慢的享受这最后一里路。最后的一里路，骑完就没得骑了，送到哪里去的感觉？最后就听不到亮哥跟哈林哥抬杠了，要等播出以后。人生一大壮举啊，真的，加油加油，快到快到啊，好像做了一场梦，不太真实，真的要结束了，要结束了，最后一段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小万哥，加油，哎，到了哈林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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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刻已经忘记你这个骑了那么久才骑到终点，终于等到那一刻，那一刻是又有点离情依依，然后有些伤感的，又有些满足的。骑的时候觉得很累，想说还是赶快结束吧。但是真的结束的时候，你又好怀念了。以前知道无畏无惧这四个字，那现在就真的是会用无畏无惧去把后面的人生。可以完成，每天投射在运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来，同学们，哎、哇，帅啦！谢谢哈林哥，天兵天，谢谢哈林哥，谢哈林哥，很帅，好好。有点不太真实，就好像哎，骑回来了，然后这一切是不是就结束了？这样子，运动。绝对在你的人生里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你愿意去做，你就会做到，你就会达到目标。